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陈嘉慧，欢迎收睇友善快讯。Hello， 大家好，我系 Moon。喺旧年第一次举办嘅澳门车展咧，获得全球参与嘅商号一致好评噶。咁而喺今年主办单位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蓝光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咧，亦都再接再厉，为大家带嚟第二届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嘅。咁开幕式咧亦都举行咗啦，我哋一齐睇睇当时嘅盛况啊！2012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的引擎注入动力，首届展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本届展会又有了新的进步，力求成为汽车品牌荟萃、汽车英才集聚、汽车爱好者陶醉的嘉年华活动，使其成为中国自主汽车产品展示品牌形象的舞台，推动中国汽车工业驶向海外的桥梁，促进中外汽车工业合作交流的平台。第二届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10月26日至28日喺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噶。咁呢一次车展以品牌、桥梁、机遇为主题，展出面积达到55,000平方米，获得咗国内外乘用车、商用车、零部件及汽车用品制造商高度重视同埋积极参与。受到第二届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组委会的特别邀请，同时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医馆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家杨涛先生的《密码礼堂》杨涛先生作品的专题艺术展览。展览现场将分别展示杨涛先生的最新系列作品《平衡佛》、经典作品《盛装暴力》系列、《盘景》系列，以及最新创作的装置作品《水晶》。除了艺术展之外，在第二届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每日都会有抽奖、摄影和模特儿大赛同期举行，活动相当具有吸引力和雅俗共赏。在今届的澳门车展，每一晚都会有一架名车抽出送给观众，记住每晚在7:30 D 馆的舞台就会进行抽奖。除了车之外，还会有贵金属、油券、机票等等不同的礼物送给大家，记住参观车展之余也不要错过丰富的大抽奖。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27号车展的节目安排。在朝头早的11:30到中午的12点，有交通银行杯儿童葵花大赛颁奖。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以及3点到4点，都会有世界新能大赛2012总决赛模特秀。在下午的1点到3点，有东方景日汽车宝贝模特秀。同时今日都在这个3点到5点，有葡萄牙红酒品鉴会。在7点到7:30，有26号幸运观众抽奖颁奖仪式。在7:30到8点，有每日幸运大抽奖。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参观的人士，还特别设有4条专门的穿梭巴士直达会场。这4条免费班车路线分别是苏亚雷斯博士大马路、澳门广场至会场、荷兰园大马路、荷兰园柏惠巴士站至会场、马场海边马路、黑沙环来来超市至会场、柯维纳马路、马场对面大丰银行氹仔分行至会场。值得一提的是，今届澳门车展展览期间，在澳门国际机场亦都会举办2012澳门公务机展，它的展览活动的开幕仪式亦都已经举行了。恭喜澳门公务机展现在正式开幕。大会亦都会特邀千位政界领袖、商界精英同埋业内名流聚首一堂，共同见证本届澳门公务机展嘅盛会。和众多国际级公务机生产同埋服务企业鼎力支持，展出产品丰富，可望为公务机行业同埋与会企业带嚟利好嘅前景。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亦都鼓勵大家利用電子媒體去推廣基本法知識，令到大眾市民可以對基本法有全面正確的認識和理解。這次比賽鼓勵大家利用電子媒體推廣基本法知識，從而令到廣大市民對基本法有全面正確的認識和理解。今次比賽將會加入觀眾評審，可以透過電話66883005進行網上投票，競猜冠軍短片，選中的觀眾可以參加抽獎，名額10名，可以得到超市禮券200元。投票日期是10月25日至11月15日。今个星期又有英超赛事了，我们一起看看最新的赛事时间表。在10月27日星期六晚上7:45，有线第一频道有亚士东维拉对诺域治。同日晚上10:00，有线第一频道有亚仙奴对昆士柏流浪。同样在晚上10:00，有线资讯体育台33台有史笃城对新特兰。在10月28日星期日凌晨12:30，有线第一频道有曼城对史云斯。10月28日星期日晚上9:30，有线第一频道有爱华顿对利物浦。10月28日星期日晚上11:00，有线资讯体育台33台有纽卡素对西布朗。在10月29日星期一凌晨12:00，有线第一频道有车路士对曼联。在英超赛事举行期间，英超的电话竞猜游戏同样会举行的，各位球迷千祈不要错过了。终极大奖将会是双人来回机票、连食宿以及英超赛事门票的。澳门有线电视拥有多个教育、纪实和卡通频道，当中包括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动物星球、Cartoon Network、Baby TV、东森悠游、ASN、卫视合家欢台和罪案侦缉频道。如果你都想欣赏到刚才所介绍的精彩频道，只要你使用澳门有线高清机顶盒就可以了。你可以打电话来2882866这个24小时接驳热线，又或者亲身来到澳门有线各门市部亲自办理都可以的。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电视节目推介，将时间交给 Maggie。唔该晒，今日10月26日有线第62台 AXN 夜晚9:05会有潜龙追击的。咁就係講述阿 Matt 佢執行任務嘅期間，發現正邪並唔係好似想象中咁清楚咁簡單噶。咁而佢當年因為被人陷害而被迫離開警隊嘅時候，佢哋當時嘅真相亦都慢慢逐一浮現。而究竟佢會繼續嚴守法紀，定係知法犯法咁替天行道呢？咁啊，有線第66台 Animax 凌晨1:35會有 K 噶。咁呢一場係牽涉到七大重要勢力嘅戰役，即將會喺現今嘅日本上演，而非凡嘅團隊成員啊，即將會面對未知嘅世界，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第59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將會喺11月15日到18日舉行，想睇現場精彩賽事嘅你咧，咁可以嚟到澳門售票網 macauticket.com 或者親臨澳門港星各門市進行購票。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一部车，一条道，一个未来。澳门与汽车源于何处？顶级品牌云集，超级豪车荟萃，名模群星璀璨。10月澳门汽车盛宴，流光溢彩，乐动全城，世界为你瞩目。有车有道，道法自然。